黄磊2004年与演员孙俪结婚，陆续迎来两个女儿及一个儿子。但先前他曾被质疑是为了要追男生才要第三胎，因为老婆当时在怀儿子的时候已经是40岁，属于高龄产妇。因此有不少网友就质疑他重男轻女，辛苦老婆40岁拼三胎生儿子。今日黄磊终于在节目中正面回应自己其实重女轻男，直到第三胎是男生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有点遗憾呐。去年那个时候，孙俪怀弟弟，大家说。黄磊重男轻女，想生老三。他了解我，我其实有点重女轻男。我其实当时听说老三是个男孩的时候，我稍微有点遗憾，真的，我特别想三姐妹，三朵花，三朵花，我喜欢女孩。